欢迎大家来到密室逃脱暗夜古宅，我这里准备了十场关于人性的试炼，考验的是在极端情况之下，人类将被激发出怎样的潜能。哎呦，他追他，这是什么呀？你怎么这么多啊？走开！Hello， 你们好，我是唐宇哲。在参加密室逃脱暗夜古宅以来呢，我遇到所有的问题几乎都能够迎刃而解。但是在上一期的时候，我第一次输了，所以这一次我不会再让自己落入失败的境地。我会马上过来，拿出属于我的胜利，等着。我跟老唐已经是老搭档了，一直以来配合都非常的默契。那么我听说这一次游戏是对抗。如果最后是我跟唐宇哲对抗的话，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。经过了这么多次的磨练，我觉得我对密室类游戏已经越来越有感觉了。等我，我一定会带领我的团队取得胜利。每一次我兜里胜利只有一步之遥，解谜我没有宇哲哥厉害，行动力也没有幽冥哥强，但是我相信我一定会找到自己的优势，不让那些支持我的人失望。这一期我要更加努力的。我呢，自己本身就特别喜欢密室逃脱，这次终于有机会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挑战，希望这一次能有能力逃出来吧。我也会尽力好好表现的，不给队友拖后腿。这样，欢迎来到我的第七个小故事，长风镖局。相传在镖局当中，从镖头到烫子手，走镖的时候都是昼伏夜出，而且行事心狠手辣，像我们这种寻常人根本难觅其踪。哎，我眼睛怎么又搞了？今天玩家的任务是将长风镖局的镖完好无损地压制终点。当然在压镖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小任务，那就是所有的玩家将会被分为护镖组和换镖组两队，最终能否换镖成功将直接影响到游戏的结局，成功的一方才能够登上暗夜极道挑战封印基金。游戏开始。长风厅是长风镖局的机要之地，这里放置着押镖需要用到的各种器具，并且在长风厅里暗藏着镖局的押镖宝典《长风秘策》，这是破解本局的制胜法宝。哎，我眼睛怎么被绑了？我，哦，脚也被绑了。在哪儿啊？我们现在在一个老房子的院子里，我看不出来这是哪。不是，那我现在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周边有四个箱子。你们面前有一张桌子，有桌子，桌上有一些像是拼图的东西吧，你拿一个起来看看，你可以往前慢慢往前走，对，往前，对，往前，往手往下，桌上有东西，对，我看见桌上有很多面包虫，他们蒙着眼睛去摸，节目组玩的也太大了吧。哎，
哎，你们别，你们干嘛？对，等等。什么？用你左手往桌上摸。对，有没有摸到一个纸卷？纸卷。这个吗？你打开我看一下，上面写什么？它上面写着"押标宝典"。押标宝典，换标衣，斩标旗，江湖寸点雨，全在时中刻。狮吼攻克敌，谨遵密策言。这可能是待会儿的线索，我们有用的。然后现在你们可能要把桌上的那些方块全部都清出来。什么意思？桌上有很多拼图，拿出来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拼图上面都有覆盖着一层你们别问的东西。有木屑是吗？雨桐别摸。哦。哎，我把你眼罩摘下来，你把我眼罩摘下来，可不可以？我觉得你们不要摘掉比较好。哇！我呢？我怎么觉得别摘比较好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这样特别有安全感。啊！哇！我的妈呀！哇！怎么了？还好，面包虫，面包虫。看到这个虫子的时候，真的是吓了我一跳。我的妈呀！我以为只是土而已。但是习惯以后也还好，没有那么恶心。哦，我感觉这是一个，我猜这个是一个字。我也觉得应该是一个字。可以吗？出来了，就这样。是个什么字啊？这是个字吗？这不是个字吧？你这个你看得出来吗？我看不出来啊。标，但是一定是个标。哇，你说拆掉眼罩都能拼错？不是，你们那戴着眼罩怎么搞？等我们一下，等一下 ，sorry。哎，等等，不是，我发现了，不是在桌上拼，在哪儿拼啊？你们得拼在这个圆的里面，这个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先把这上面拼好。我好想下去帮他们拼啊。哎，不对啊，优米。其实你能先来帮我解锁的呀。对啊，我们可以先解锁啊。哇，怎么没想到呢？这个真的是笨了，我跟你讲。OK。啊，谢谢。哇。啊。OK。等一下，他那个也可以解。啊。哇，好舒服啊。不行，我出不来。哦 ，OK。I'm free。I'm free。他的脚上有锁。要有钥匙，既然有锁，肯定还有钥匙的。当务之急还是先把拼图完成了再说吧。OK， 出来了。我们的镖局。哦，还有两个钥匙。快！钥匙。打开了。啊，打开了。OK。哎，这人多少？哎，这里很多箱子哎。啊，这是每个人的衣服。罗的衣服。黄，这是你的。哎，这是我的衣服哎。有一片钥匙。那现在是要换衣服吗？去哪儿换啊？去哪儿换啊？就在这儿换啊。没事，我们都闭着眼睛，没人看得见。我们都闭着眼睛，只是有20台机器。啊，这个是地主啊！来，大家一起看一下，我们的这个镖局，这个要一直拿着，我跟你说。这个是我们要送到的地方，对吧？行，我知道了，这是地图，整个路线到这儿就过关了。走了，这地图好简陋啊，我觉得。地图简陋，但是我们到关就不简陋了。我们现在好，标一弄的，是不是要找标旗？还有找到我们要送的东西吧。走，我们往前走，不要耽误时间了。你看这边，我们完全没有过来这儿。黄，哎，那个黄永明，那里有一个黄的箱子，是不是你的？哪个？然后这里有一个粥。这里有一个糖，那里有一个螺。哎，咱们刚才那个里面袋子里面那个钥匙，对，我有钥匙，这是我的。我
我好紧张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务必将标物安全送达，不容有失。标在人在，标在人在，万不可相信他人，且不可开启标箱。此函月后即焚，切记。虽然不太清楚是什么意思，但是肯定是有坏人的。这一期任务是要在押标过程中把真标换成假标，即可获得成功，保护好你的身份。此函月后即焚。天哪，为什么我又是内奸啊？我只想做一次普通玩家。等一下，大家先把可以共享的东西先拿出来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感觉像……这下连连看。但我们这个待会一定是过关需要的东西。就这个地图，这个那你的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标单，辞辞天启三年腊月什么一接什么事？待玉器一件，由长风镖局押送，限期一日，以命为例。金九四，金九四什么什么外交标以此为。所以我们要送一个玉器，然后以命为例，拿命去换。拿命换，这次有点玩大了。拿命。臣妾做不到啊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应该找我们送的标。对，就是玉啊，它上面写的。那那块玉在哪呢？找到了标和旗，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它这里有个跟那个一模一样的棋盘，我们过来看一眼。哦，棋盘跟你这个上面。啊，等一下，那我们要把它拼成这个样子吗？哎，里面有箱子，东西都在里面。哦，你看，标，我们要解开这个门。哎，还有密码，先把这个调出来，然后再调密码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把这个拼出来哈。很明显，这个机关破解的方法肯定是要按照我们发现的这张图的顺序给拼好。对了，都对了，对吗？对了。我们明明是按照图纸的顺序摆好的，但是并没有什么反应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就是密码。我发现每个牌子背后都有数字，应该是都要翻过来的，然后再找出数字中间的规律。怎么算？加减乘除怎么？比如说这样一个斜的是多少数字，加起来是同一个数字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看一二三三百。七百，七百，那这三个加起来就这个数字，那就是密码。六三零零。哎，看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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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聪明，好嘞，棒啊！我们要把这个打开看看喽。哇，好多箱，好多箱子！哇哇，玉呢？就是这块玉。原来这块玉就是我们这次要换的东西啊！这块玉就是我们要用生命去保护的东西。封标，可以。那这个钥匙谁保管呢？钥匙是这次任务最关键的东西，所以肯定要交给一个信任的人保管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佑明哥实在太聪明了，想要从他手里拿到钥匙真的太不容易了。我来，给你一个。好，走吧。哎，对呀，我们的旗呢？不是要斩标旗吗？哎，这个不破不立应该是有。哎呦我的妈呀，这啥呀？我觉得桌子上的财神很有可疑，也许线索就在这上面。我想好了，反正我是道具破坏王。没东西啊。你干嘛了？完了，我犯错了。不破不立。哎呀，这个怎么可能砸得动？是的。
我砸错东西了是吗？黄又明，你怎么会去砸？对不起，我以为你们肚子里藏了秘密。对不起。这个真的不能怪我，刀上是这么写的，不破不立。走，起火。这期真的好酷，所有人的造型都像武侠小说里一样，所以我要成为一个武功盖世的女侠，锄强扶弱，闯荡江湖。我们现在要去哪儿啊？这个桥上。这个桥上又有人埋伏。嗯，那就他啊。我要过桥。师傅，有人要过桥。是谁？送你来到我身边。啊？想要问问你敢不敢？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。放行。请。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，送你来到我身边了。送你来到我身边。嗨，你好。我们要过桥。师傅，有人要过桥。是谁？送你来到我身边。是谁？唱。送你。送你来到我身边。哎呦。是谁？换另外一首。再敲打我窗。是谁？哎，撩他。再撩动琴弦。是谁 ？Oh my god！ 还有吗？是我。讨厌。是谁？你看他一直问是谁，他也不接下一句。如果我们能这样直接能过的话，那太简单了。送你来到我身边，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。我想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规律。他是说出来，不要唱。你再问我下。是谁？再敲打我窗。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。简单点，说话的方式简单点。哇，完了，都只会这。递进的情绪，请省略。你要不是个演员。放行，走，只许一人通过啊。那你先过吧，你先过吧。你刚刚说了几个？我先过。好，咱们接着来。师傅，还有人要过桥。是谁？是我，还是我？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。什么？迎来日出，送走晚霞。放行。哦，过了。那我把这个拖走。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。还有人要过桥。是谁？谁在耳边说？在耳边说，爱我永不变。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？我们能不能不分手？亲爱的，别走！亲爱的，别走！你在演戏吗？这个我好有情绪啊！对，好有情绪。放行。OK， 剩我最后一个了。有人要过桥，我要过桥。是谁？想永远想这首歌。完了，我感觉是谁有这么多歌吗？我们的曲库自己卡住了。讨厌。是谁？哦，带来远古的呼唤。哇，可以。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？对啊，
我们不一样。哎，我们不一样，我只记得这一句。我们哪里不一样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不一样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境遇。可以换一首吗？我们不一样。哎，知道不一样了。啥不一样？有啥不一样？我们不一样。放行。哦，蒙中的，我去，这都可以。这个我们不一样，有啥不一样？啥当北京人有啥不一样？这不是一首歌。去九四问九仙，我们要去哪里？你是停不下来的是吧？哎，九四啊，是这个，我们要在这个九四啊，翻上去是吧？好，走你。走你，走，放这边吗？有人吗？老板，上酒。没人，咱们怎么过下一关啊？无量酒肆，明则公义，美酒佳肴之地。暗则危机四伏，若想逃离，需洞察其中规律，引出酒仙，获得指引线索。哎哎，你们过来看，好像这里有曾经有人打斗过，你看。对啊。桌子也翻了，就感觉是个危险的地方。里面有没有线索呢？你看这个，你看这里上面有图案的。猴，这个是什么？一个在哭的熊，这是笑。尴尬的笑，他是尴尬的笑吗？对啊，真的看不出来。解忧，有一些有红纸，有的又没有，搞不清楚了。我们看那个上面贴的那个东西，图案找出来，上面有贴图案的，这里也有。咱们先把它放上去，然后再来摆顺序。地上和柜子上面的酒坛有一些是贴了红纸的，我觉得应该有什么联系。哦，满了，来看一下有没有线索。哎。看看看，女儿红下方是猴儿酿。哦，女儿红是哪个？你先告诉我哪个。这是女儿红吗？这是女儿红是吗？哦，那上面也可以放。看完卷轴我就明白了，要根据文字来摆放酒的位置，酒名和红纸是有关联的。OK， 就是那个地方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？杜康与药酒相邻。药酒，药酒。杜康，何以解忧，唯有杜康嘛。杜康与药酒相邻。这是牧童遥指杏花村。茱萸酒与马奶酒相邻。哦，所以马奶酒在哪里？还有瓶子吗？我们里面没有白酒，也没有药酒。当我们发现所有酒罐子摆完了以后，还有一些酒是没有的。咱们先把这个屋子里面能搜到的所有信息都先查一遍。哎，等等，这边有个梯子，我把它打开，把那个红的戳破，把那个红色的。没有字吗？没有字啊。没有字。什么也没有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完全那个是假的，骗我们的。我觉得还要想办法破这个。对，就是这个，挺麻烦的。没有，它底下没东西吗？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那这个底下里面有什么？也没。杜康与药酒相邻。马奶酒没有。你找到了吗？没有。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解开这个了，应该没有别的方法了。在还没找到其他线索的情况下，我觉得先把其他能摆的都摆上，再看看吧。我觉得要把固定的周边先找出来，这个猴是固定的。杏花酒右侧有决心，杏花酒在这里，松花酒在这里。我再找一下线索，你们先弄着啊。这老鹰是什么叫？花雕。花雕。
走了。那那个呢？这个就是浮头酒。果然只有你能解出这个。没有，他也能解决。不是我能理解的酒名。这个是药酒还是啤酒？这个是药酒。杏花村又有右侧有酒。对了，摆对了，摆对了。对了，哎呦妈呀！来过来。我一回头，周逸轩就被我逮个正着。那鬼不是他是谁啊？耶、yeah, ！我这是对的。那这些是什么？拿出来吧，把酒都拿出来。我们把酒拿到中间的那个桌子去。这些酒都有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是为什么？你看它的壶口都堵住了。我在想说，我们是不是要喝到这些酒？哎，没打开的。啊，打开了。那、哦、是什么酒啊？这是药酒吧？这是啤酒。白酒啊，我们要把上面对应的酒找出来放上去。没有，现在我跟你讲，我们现在只要把找出的酒缺的酒摆上，对，马奶酒那几个摆上去就好了。原来那个小酒壶里面装了真酒，我们要尝出来，再把它放到对应的位置。逸轩，你试一小口看是不是啤酒，确认一下。是啤酒，我刚才喝了。是啤酒 ，OK。啤酒上方是药酒，红酒左侧是伏特酒，状元红在马奶酒的正下方。那个马奶酒没有我想的好喝。哎哦哦，对了，哈哈哈哈！哇哇哇，有大仙过来！请问大仙是何？长风镖局又冲出江湖了。大仙说自己的台词不理我们。大仙，我觉得你既然来到这儿，好好好， okay, 就要用这儿规矩。你的衣服比我们好看多了，因为我是仙呢。啊，酒仙好。首先呢，跟我对对联，喝酒。坐。诸位敢是不敢呢？我们是标示什么不敢？标示怕什么？谁先来？他。好，他先来。来，干了这碗酒，壮士。不用很多吧？哎呀，我从来没喝过白酒，我只闻过。哇、哦，好 ，OK，OK，OK。停，一个箱子四个字儿。九。啊。吃。一个 rapper， 四个字。帅哇哦，宇哲真不能喝，看来是。好，停，假情假意假温柔。这个真心真意，真心真意真感情。为什么你通过这么简单呢？好，下一位，好，那来，意思到一点，意思到一点就好。Oh my god！不是，你不用喝完，我堂堂一个女中豪杰，怕这点酒 ？OK， 那干了吧，干，冰花点点化成水，冰花点点木柴坑坑化。我一直在盯着周逸轩，他其实心已经虚了，我们现在随便做任何动静他都会停止行动。木柴根根烧成炭，很不错，答对了。
在那个酒肆里面实在太危险了，一个空间太小，一个没有挡的东西，所以就只好放弃。干了，来，一定要干了。最后一道题，先生，先生，问书生，书生，书生，先生，先生问书生，书生，书生。美女，美女问英雄，英雄，英雄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今晚跟你们喝得很尽兴，我也是。我就告诉你们下个地点。好，乐坊。走，开门。小心啊，小心啊，慢点啊，慢点。哇，这个气氛有一点。前面就是乐坊啊。前面就是乐坊。乐坊感觉很有趣，因为乐坊我们可以玩音乐。对，玩音乐，好像大家都挺喜欢音乐的。好，停。哎，这个东西我们要搬进去吧？但是我们在里面都看得见这个。那万一我们玩着玩着被他被人搬走？你要拿进去里面啊？我看一眼，我觉得应该拿进去。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。我有点冷。你真是逮着机会就上啊。那好，我就彻底断了你的念想。搬进来吧，要不放这儿吧，我觉得这个是安全的。搬搬搬。等一下，我先把你的蝴蝶结打好。别想偷，你太嫩了，有我在你别想得逞。完了完了，这次悬了，幽冥哥好像盯上我了。对啊，这样就安全了。哎哎哎哎，妈妈！长乐乐坊，鸿雁妖媚，对阵的鼓，独制一处的琴，发挥所长，或许就能脱离困境。门又关了，出不去了。我觉得我们找找有没有线索吧。在里面我们看到鼓、古筝、灯笼，还有一个小盒子，下面还有一个微缩景观。哇，这有微缩景观。哇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有个箱子，会不会有提示啊？不，没东西，里面是空的。这个鼓是干嘛的？刚这里亮了一个。刚你弹了什么？为什么那里亮了？你弹一下，你用力弹一下。刚第一个灯是亮的。跟古筝没关系，那只能跟鼓有关系了。哦，那个又亮了。哎，亮了。什么原理啊？这个灯笼和鼓有联系吗？哎，你敲完敲对了以后他再走。我发现鼓下的莲花灯亮了几盏，就应该敲几下鼓，如果敲对，灯笼就会亮起。那亮了，雨桐。我们的办法应该是对的，灯灭的原因可能是我们打鼓速度慢了，不够及时。不是，咱们要敲快一点，来，咱们一人看两个，一人看两个。好，你看这一二三四，关注自己的。最后一个灯一直好不了呀。灯笼已经走到最后了。按理说已经过关了，可是最后一个灯笼一直在闪烁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最后那个灯一直在闪？
有东西。等会儿把它弄破。哎，发现东西了。等等，这个。好，没有东西了。哦，是这样吗？对吧？对，摇摇摇摇，就是这么摇，没错。有音乐了。摇一摇。这是个音乐盒吗？一边拉声音就出来了。那我停下来看看。我知道我们是不是要按照这个音乐打那个鼓的点，亮的那个灯，你看亮的，噔噔噔，是不是？跟这个音乐，跟这个音乐有关。哎，接着摇，接着摇才能出声音。你一不摇就没声音。对，就是要弹这个了。哎，按着节奏啊，按着节奏啊。这样我的鼓在这个节奏里面吗？这个声音，我们是对的吗？现在，感觉我们四个人像大傻子一样，在这白费力气。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弹奏这个音乐，你弹得出来吗？这跟钢琴不一样，所以我要想一下。我对音乐比较擅长，这一关我一定要发挥我的优势。弹出来了，为什么？哦，还是师兄比较棒。这个大宝塔的，哇！打开，打开，我打开，打开，快点！哎呦，有个牌子，这个是什么？来来来，写什么？交标处枯木崖啊，枯木崖啊，下一站，下一站。令，这什么令牌？那我们可以出发枯木崖了吧？但我们也出不去啊。你们看那里，这会不会是个门禁啊？啊，看这个形状是不是？你试一下，你放上去，你看，是的。好了，我们往下一关，枯木崖出发，枯木崖来。押镖之路漫漫，道阻且长，山贼是押镖的最大敌人。各位镖师能否随机应变，化险为夷？师兄们小心点啊，这个路不太好走。上！住手！干嘛呀？你们干嘛的？放了！喂，不是，不是，你们要什么呀？放了！来，别动啊！啊，不动不动，老实点啊！别动！不是，咱们就这样被人家劫走了？来来来，快先出来，先出来！来，快点！哎，我们去追吧，快点！哎，好气啊！跟你没走多远吧？哎，等等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？有情况，有情况！是他们掉的吗？这是线索，线索！客栈什么意思啊？他们住的地方吗？他抢了我们的东西，一并放在这里面。那我们应该要去这个客栈去找我们的镖。记住他的样子，记住他的样子。传闻，如意客栈被恶人鸠占鹊巢之后，成了臭名昭著的黑店。凡住店之人皆被谋害，若想破局，需解救店主，根据指引和关键道具逃出升天。苏探长，你看，哎，快快快，我们找到了我们的镖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哎，我们的镖，这个车啊，有人，那有个姑娘，哎，怎么会有人啊？你谁啊？我是这家客栈的老板娘，我被贼人所害，锁到这儿了。你有没有见他们偷了我们的镖啊？哎，镖后面。
有锁。你们想要得到标就得先救我。你有锁能够解开我们的标吗？我有你们想要得到这个标怎么可以得到这个标的消息。那我们怎么救你呢？你给我们说一下吧。看到我脚下的积木了吗？有有有。你们得靠你们的智慧把这个积木拼起来，然后才能救我下来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观察一下吧。这个是一个点，两个点，三个点，四个点。后面有，全是点，一个点，三个点，四个点。是不是要照着这个点把它推掉呢？佑明，你把这个接出去看看，一，然后二号这里。这会把老板娘害死，然后一倒。三号，第一次玩这么大的积木，哎，上面有刺。这上面，是五，这个是三，五六八，五六八九。哎，是不是有密码锁呀？对啊，我在找有什么跟密码有关的吗？这 ，come on come on， 弄一下，五六。八九，哦，有了。找什么线索呢？找钥匙吗？客栈里屋看似普通，却暗藏玄机，破解之法就在其中，但轻易不要以身试法，否则万劫不复。这儿有把伞，有，好适合你啊，给你。哪有女孩子一个人这样撑着伞，我好孤独。这有幅画，拿一下，这什么东西？四个箱子，一个打开，一个关，然后旁边还有个东西，那个柜子能开，这个能打开了。在这里，在这，对，这个可以打开。有东西吗？哎，佑明，刚才一个盒子在哪里？这儿呢，我在放呢。总共有四个。对啊。OK， 这样了 ，OK 了，按图放好了。然后我转这个。OK， 能打开吗？转到正中间了。中间这个打开了。对面是不是还有一个屋子啊？咱们是不是少了什么线索？我观察到对面还有一个屋子。可能钥匙会在那边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过去。哎，这个能藏人？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，是不是要进去了？要进去吗？对啊，去试试了。OK， 我试一下。打开，推往前推看，可不可以？我试一下啊。不可能，推不动，不用想。卡着的。我觉得对面应该有什么事儿。啊！会动吗？啊，是的。哎，我找到开关了，是不是很酷？你现在别动。可以打开了。你过去了，你看看那边是什么？哎呀，好累啊！哎，有线索吗？目前还没有。我突然想到那个老板娘好惨，还在那跳着掉了。我们给她找线索去救她。哎，有钥匙，在哪儿啊？天花板上，这边。你上面挂着呢。好了，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别的吗？你把所有箱子都检查一遍，看有没有东西能拿。不然我先过去吧。你先过去吧，你可以啊。
小心啊，摇一下。我感觉这个动作像打水，把水。有吗？有线索吗？没了，没有别的了，就一个这个了。有，不是有开，应该就是这个。哦，想起来了，老板娘手上的那个锁是拿这个开的。对呀、啊。那他过去干嘛？他在里面啊。对呀、啊。哎，你过来干嘛？来接你啊。OK。待会儿你们俩要关到这个小黑屋里，要一起过来哦。很甜蜜哦。哇！等一下。等一下。小心小心，你可以回来了，可以回来了。但是你也没有其他线索了吗？不是，你俩一起挤过来吗？这个箱子好像藏不了两个人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他们俩很甜蜜哦。哦。雨哲，手不要乱放哦。来。甜蜜蜜，你笑得甜蜜蜜。你相信宇哲，宇哲很正直的，他不会随便乱动的。来吧，动了吗？没有。好了呀，你俩是不是太重了，超重了，所以动不了啊？咋了？哎，不会吧？你们俩有这么重吗？啊？你们先打开，我在想是不是。两个人不能过，是吗？对，太重了。您先试一下一个人能不能过来啊？好吧，超载了。啊，这里也有一个把手，该不会是？也有可能，我觉得。好吧。哦，是他在摇动的。那他回，他怎么回来？那你怎么回来？可能我回不去了吧。刚刚在拿钥匙的时候，可能是触动了什么机关，所以才导致外面的把手机能失灵了。那你要把钥匙给我们啊？啊，没办法的，现在。哎呀，特意去接，结果欢迎欢迎一个人进来，看吧看吧，欢迎回来。那我们先去那个把那锁开了以后，找线索吧。好吧。我现在去老板娘看老板娘有没有什么办法救你。感觉老板娘要被冻疯了。赶紧去，老板娘也挺可怜的，在那冻着，赶紧的。老板娘，你还好吗？老板娘，我们找到线索了，我们找到钥匙来救你了，但是我们的人被困在里面了，你可以救他吗？我可能救不了他。啊？你到底有啥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啥？我知道一些东西是你们不知道的。行，我有线索了，反正我们也找到了，来吧。对啊，来，好。你身上有东西，我有一个东西要给你。什么？剩下的你们好自为之吧。哎，不可能就这么走了吧？我们箱子，我们还没打开。我只知道这么多了呀。哎。骗我啊！玩我们！骗我啊！空的啊！我们胸襟还在里面困着呢，什么都没有啊！不是你还想走？还想走？老板娘，这我也不知道呀。他们就给了我这个，然后他们就把我锁在这了呀。可是我觉得这个图案是跟你们的一个花很像啊。哎，等一下，啊！我想到这个花纹，刚才那个花是一样的。这有画，菊梅。我去看一眼，你们在这看着老板娘。然后我们救了老板娘，但老板娘都不说答案，你知道吗？给我们一个锦囊，还空的，没东西。我觉得花应该有线索，你看。这个没有动，所以线索不可能破坏。背后有东西吗？卷轴的背后。没有。有线索吗？佑明，怎么样？有可能是因为空的，所以它不动，没有线索、啊。你说这个吗？你试着进来，你试着进来试试看。哦，你说里面有人在那？对，你试试看进来，我看能不能动。那我上去继续看一下。OK， 小心。外面完全没有任何进展，必须快点出去，打破这个局面。OK， 二师兄，我送你进去。二师兄。哎，真的耶！
要有人才可以，但你还出不来啊，也就是说只能换一个人出去。线索是什么嘞？画里面藏了一把钥匙，所以这个钥匙很有可能能开那个箱子，对吧？你赶紧去开那个钥匙。大钥匙，有一把锁已经开了，但是还有一把大锁。我去看一眼啊，咱们线索都没弄完，老板娘人不跑了。我们再试一次，能不能？如果我能不能在那边摇了之后马上跳进来呢？可以，试一下。我在这儿，你摇一下看看啊。你盖着，我试一下。我在找机会拿到另一把锁，如果他们都出来了，我就完全没有机会了。动了！可以吗？动了，但我开不了了。啊，这怎么办？你还是得留一个在里面。如果按照地图的话，这个客栈外面就是最后一个地方，枯木崖，就是要送镖的地方了。就在门外了。我觉得唐禹哲说的是对的，整个这一期我都把周逸轩盯死了，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机会，我们只要出去交标就赢了。去吧。你让我们三个人去送。没办法了，一定要一个人在里面开这个。但是如果你不是的话，你这么说的话，我们就会把内鬼放着跟我们一起走。但现在也不可能讨论出一个内鬼，而那个内鬼又愿意进来跟我换呀，对吧？去吧。你觉得呢？你们把东西送到就好了呀。那我们走吧。没别的办法了，去吧。那我们去吧。我们马送完镖过来看你。保重。哎呀，你们在啊，你们在了，来，哎呀，这枯木崖咱可以在这交标了。验标，我们长风镖局压的标啊，有问题吗？你觉得？多么豪华的配置，好几层的，我跟你说。对啊，安全。这次我们肯定赢了，从头到尾，周逸轩都被我盯得死死的。好了，你的标，到了，这个是不是？大哥，标被换了，不对吗？就是这块玉。拿下！玉呢？大哥！那怎么可能？怎么会被换呢？我明明全程盯着他的。等，怎么回事？不是那个，怎么回事？你什么时候换的镖？等一下。干得不错，这不是你们压的货吗？我知道佑明哥一开始就盯上我了。来，过来。他知道我是内鬼，但是他不知道内鬼不止我一个。
轩是内鬼，你们的任务是把真标换成假标。拿到这个我是矛盾的，因为上一期我输了，还输给一个新人。黄老师，这一期我很想证明我自己，但是没想到我拿到了一张卧底牌。我从来没有当过内鬼，我怕我很快就被识破，所以在第一关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动手。哎，那个尖尖的呢？这个在哪？后来我决定改变策略，我还是像以前一样帮助他们，赢得他们的信任。不破不立。这个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弹奏这个音乐。哦，是的。这个是药酒还是啤酒？药酒。然后这个是啤酒。对了，摆对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五六八九。哎，有了。成功取得他们信任之后，我一直找机会用周玉轩去完成任务。脱了吧，披风先脱了。冰花点点化成雪。我去拧开他们注意力，你先把绳子解掉。那个箱子里那个墙，这个叫什么？就去把锁拿掉。花在。对了，摆对了。当我发现佑明怀疑了周逸轩以后，来过来。我知道我们的任务更艰巨了，所以我必须得牵制住佑明。有线索吗？佑明，怎么样？你试着进来，试试看。你赶紧去开那个钥匙，想办法碰碰它。有一把锁已经开了，还有一把大锁。机会终于来了，我去看一眼啊。大师兄，可以了吗？还没。你们去吧，我们马送完镖过来看你。这不是你们压的锅吗？哦，这是你们压的锅。好了。哎，罪恶感好重啊！我们赢了。真正的唐禹哲回来了。哇，恭喜禹哲 and 逸轩。哎，老师，马克老师你好。来到暗夜极道，小规则你要知道，暗夜极道的法门只有一个，就是记得跑，否则的话，你们的命运只有一个。哇，其实刚刚老师在饶舌，对不对？对，他是 freestyle， 你知道吗？所以接下来言归正传，谁先来？关于这一点，就今天我自己有一个比较抱歉的消息，就是前一天的时候在拍戏不小心摔伤了肩膀，就是我的右肩，有一点自责，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参加这一次的这个暗夜极道，可能要把这个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逸轩来完成。 OK， 所以禹哲其实是带伤参加了这一次的节目。是，对，所以很不容易。但是我觉得就是今天虽然是我一个人跑吧，但我也就是身上跟背负了禹哲哥的一份责任吧。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做好了。哇，替他感到紧张了。周逸轩请准备。三二一，
开闯。加油！对，包给他，包给他。哎，哇，上去！周逸轩干得漂亮，耶、yeah! ！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在这里要恭喜逸轩和宇哲，能够获得由密室逃脱、暗夜古宅栏目组与芒果 V 基金共同筹集的公益基金，我们将会要送到湘乡市的龙洞中学的同学们的手中，它将会化成一个一个的课桌椅，陪伴同学们的学生生涯。我的第八个故事，青炉燃坊。曾经盛极一时的青炉燃坊，如今生气全无。被毒染料感染的毒人到处游荡，危机四伏。你们看这里写，不可触碰毒人，一触即死。小心，小心，小心，不要碰它。宇哲哥，我们现在濒临城下了，快点、啊！顶住了，顶住了！今天的四位玩家当中，有一位已经被秘密感染，而其他三位要确定同伴，一起对抗毒主。咱们身边有内奸，等一等，谁去开的门？他们自己进来的。不可能，所以这个人就是僵尸同伙。这个吧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闭眼！小宝，小宝，哎呦，咬我！没有，他不是活的。你们帮我看着点僵尸行不行？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速度快者，方可存活。妈呀！他来了，他来了！你的手不舒服是吗？战略咨询合作媒体网易新闻客户端，战略直播平台网易薄荷，特别合作 X 先生密室，特别支持 X Time 密室逃脱，网媒支持新浪娱乐、凤凰娱乐、人民网、新华网、三六零娱乐、国际在线、北京网、环球网、中国日报网、央视网、南方网、中国青年网、红网、中国娱乐网、大香网、大众网、中国综艺网、猫扑娱乐、亚洲娱乐网、中公网。那个掌管总，虽然聚是一家，合家朋友，吃遍天下，遍天子都是合资上的朋友。把罩子放亮了，别崩了牌子，连本带利折了，给咱脱现身，放开一线天吧。要有只身点坐如药，崩心子骗腰子，圆条子如药受敌，免取后悔，何武请朋友亮个伴儿。结束，是道上兄弟，放行。他在你眼皮底下的把那个镜子给我了，你往下蹲的同时，他把镜子递过来，好紧张哎！我那个时候超紧张的，我应该直接干嘛？你的就没有后面的事、啊。我本来没有机会给他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特别紧张，在那个时候想你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就后来你自己就突然背对我，然后蹲下去了，对，就给了我一个机会了，就那个时候。对，然后我这边一拿完以后，就立马就出去了嘛。然后刚好他进来了，就是我们要稍微注意点，就是我们有这个意识，这个镜子这个东西可能会被换掉的话，我们两个就不会是这样的状态了。